当飞核已成共识，正式解核启动时，燃料棒落地首都圈，核电厂除役后等于核废料最终弃置厂。朱立伦表示，新北市绝不可能变成核废料最终弃置厂。我从头到尾都很坚持啊，当然核废料一定要有去处，那新北市或者是大台北地区绝不可能变成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到现在的一个方法要再储存40年、50年，我想这个是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NAC 原厂互相，美国 NRC 仅核准20年，台制品互相进货原能会核准寿命40年。核研所无专业技术，无经验可再取出。核废料保存需可供安全管理，永续经营。全球仅31个使用核能发电的国家，燃料棒至今仍然无解，亦无成功案例。核燃料棒虽可发电5年，但无毒化至少要10万年，且需与生物圈隔离。台电高低阶核废料最终处置选址无着落，更无处置技术、人才与经验。露天干式储存，芒竹散存于厂内，核电厂除役后等于核废料最终弃置厂。始乱终弃用过核燃料，视若无睹万年剧毒，强害台湾人民、土地与环境。核一厂燃料棒干式储存，一旦落地，芒竹散存至少40年、60年，甚至到永远。冷却池取出燃料棒，冗长繁复工序，为耐震认证。若发生强震，亦引发核灾。储存启用期间，若发生氯离子应力腐蚀，无冷却池，无热室与再取出设备。选错箱体，选址不当，台电发包，核研所承接，导致原能会求援兼裁判。因采优于露天混凝土之室内金属桶，可确保燃料棒再取出品质与完整。体大物重，剧毒辐射源，又无耐震防撞功能，无法外运，而只能就地储存。NAC 于2000年才取得 NRC 核准启用，至今仅12年，如何保证可使用40年？干式储存的工程已做完，冷测试也做完了，水土保持计划也审查了几次。那么如果说有所选举的考量、政治的考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看，美国现在19个机组停掉，哈、啊，它 renew 被停掉，它的执照停掉，选址被停掉，那也就是因为核燃料棒。这个储存终端储存的这个问题没办法有效解决嘛，这个都是大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啊。我们新北市政府包括我们核安监督委员会跟这些学者专家都有相关的共识，会坚持我们的立场，绝不改变。我们今天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去使用这个核电厂？尤其是原来的湿式储存是勉强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今天还要同意干式储存，或者是照现在的一个方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安全是最重要，没有否则不必考虑。李孝宗，台电围墙内核废料权责离不清，
专责机构设置草案，参与规划者不专业。我们试图把所有的核废料都集中在一个专责机构去处理，你让一个专责机构到台电的围墙范围之内去管理它的核废料，实务上有困难，围墙内的归台电。非核家园一定是我们共同推动的目标，不是听了台电讲说它要延役就可能延役。大潭电厂一号到六号转为机载，113年一号到九号机组年发电量达到559亿度。核一厂若延役，113年一号二号机组年发电量100亿度。核二厂若延役，113年一号二号机组年发电量155亿度。核四厂若续建，假设可同步发电，113年一号二号机组年发电量212亿度。南汽北送，台电年可增收益49亿元，大潭转机载每年可多发117亿度电，足可让核一提早除役。推动台电自建年800万吨 LNG 离岸接收站专业区，自购天然气降低发电成本。113年，天然气发电将超过1100亿度。台电自购、自运、自建 LNG 接收站专业区，稳定供电需求，降低成本，合理低价。燃料棒无解剧毒，用5年或10万年。永和电遗害造孽，解核费免遭灭绝。